哦，合着这个兵简直是把神乐的脸丢完了，我居然怕这种货色的神乐，操 ！Later。再见。跪下！叫爸爸。包王啊，包王，你不应该激怒何老二呀！啊，不应该嘲讽何老二呀！这个人他不把你当人的呀！来看对决吧。啊，话说包王也是逗啊，别人打何老二的擂台赛都能够拿个四五分，他拿了一分低保，然后就下了啊，而且还强制退出游戏啊，估计就是后嗨了。哎，还行，下盘偷中一套五连葵花剑招，哎，抢葵花，好，这把何老二想过去偷下盘了，直接跳棋打死你。好，来看看这种货色的千鹤怎么样啊？啊，打包王有没有机会？距离卡好了，你都刚不出来，柱石过来，哎，香砂倒地还是要被压啊？喂、哦，射的不错呀，贴脸发波，勇气很大呀！啊，好，葵花打一三段，跳抓吗？哦，有什么东西哟、哦？这一波情有阴想打对手的能量闪，好，哦哟，漂亮，葵花，耶耶耶耶，稳住稳住，好，主持拍一个来，下盘中了，吃不正了，好动，哇呀，就晕了呀。这种货色的千鹤怎么这么有用啊，打爆王。他自己估计也心里也想不明白啊，啊，打别人怎么那么菜呢，打自己怎么这么厉害呢。刚。对，这下没气。好，板边。再刚。完了，要破防。哎，好，破防还在，这下跑不掉了吧。啊，破防还在呢，哥哥死了吧，还打晕了哈。哪尼，这千鹤很有东西哈、啊，好，我们点赞接着看啊。这一把是霸王被打的，好像是退出游戏了，这是啊。看看这个何老二是怎么样来打他的哈、啊。好抓，重拳葵花，好再抓。喂呀喂喂喂呀，晕了晕了。二哥不能这么凶残呐、啊，霸王也要面子的哈、啊。哎，好下盘中，跳抓嘛，抢空，继续安全压，没办法啊，人家有切，先刚你回去。好抓，哦呦，很猛啊！好，跳地再抓，重拳必杀来。耶，还行哈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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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葵花之后，他会预判这个对手的动作啊，直接抢萧峰。这个破烂玩意儿，这个千鹤居然又来了。那又是中了葵花一三段，虚晃一下想再抓哈，直接反头一个，嗯，射死你，贴脸射你，对，踹死你，你过来啊！哎呀呀呀呀，这波看得好精准哦，死啊！哎呀，没办法了，想逃也逃不掉了。然后这车，嗯，想跑杀，走喽，好，再抓，很强，哎呦呦，何老二不错啊，吃到帮的折，下臂之后想打中断，哎呀，稳住稳住，打死这个千鹤。哎呀，没了哈。好，关注修修，不会走掉。